据由于游戏播出后话题不断，剧里面的各种关卡都掀起了模仿的风潮，就连参赛者的绿色运动服也都很有代表性。就有一名网友在报废公社PO出一张照片，他在搭捷运时发现一名低头滑手机的女子就坐在对面，更显眼的是她穿着的就是编号456的参赛服。看到这名正妹，让男网友忍不住发问要去哪里玩游戏，他也想参加。而PO文一出，马上引起广大讨论，更有人找到这名长发正妹的 IG， 有 1.5 万粉丝追踪。她最新的一篇贴文就是穿着编号456的体育服，再配上剧里面的金句“水汪大眼姣好身材 ”，IG 上 PO 出了好几张的美照，让不少的网友说：“真的好想跟她一起玩游戏。”